在第130届广交会上，我们把服务、碳达峰、碳中和的双碳目标作为我们办展的指导原则，把推进绿色办展、绿色广交会的绿色发展作为重中之重，组织更多的绿色低碳产品参展，大力发展新能源展区、风能、太阳能、生物质能等70余家行业龙头企业尽数参展，将展出超过15万件低碳、环保、节能等产品，助推中国的绿色产业更好地开拓国内国际两个市场。